1914年，中国最早的发钞行之一——上海交通银行发行了由美国印钞公司印制的10元、5元及1元纸币。就在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3年后的1917年。 当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时，先施百货公司在上海南京路隆重开业，这是当年上海滩第一家百货公司，创建者叫马应标，是祖籍广东的澳大利亚华侨。当时应该说，这个上海工商业已经是非常的发达，特别是它的商业，在当时远东已经小有名气。 先施公司从1914年到上海开始筹办，整整花了3年时间，盖起了可以说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也是最为现代化的百货大楼。此前，中国一度是外国资本的天下，仅上海的外国银行就有英国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华俄道盛银行。 日本横滨政经银行及美国花旗银行等，洋人们不但垄断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还垄断了中国的航运、铁路、采矿、纺织乃至制糖、烟草等工商行业。但一战爆发后，由于列强们忙着在欧洲火并，曾受外国资本挤压的中国民族工商业看到了一线复苏的曙光。 一战爆发之后呢，欧美列强，它的经济主要是转向了战争经济，不管是在华的投资还是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都急剧的减少。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像英国，它的对华进口的数量大概减少了50%。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德国，到了战争的后期是，中国是对德绝交和宣战，所以德国对华的进口完全终止。 综合这些情况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和中国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的这些变化，是有利中国和国家的发展。当时，中国涌现出一批上海能人，他们借欧战之际，上演了一出民族工商业复兴大剧。他们是谁？又有过怎样的故事呢？ 据一战爆发十几年前的1897年11月，上海的报纸曾刊出一则广告：来自南通的当朝状元张謇要在司马路现场挥毫卖字，以筹得回家路费。这一消息轰动了上海滩。张謇是江苏海门人。 由于祖上几代无功名，因此从16岁起就被家人逼迫踏上科举之路。没想到一考就是20多年，直到1894年，恩科会试中了状元，他已经41岁了。他被授六品翰林院修撰官职，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但在当晚日记中，张謇却这样写道。 西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福利园居，九卷风尘之想。就在同一年，大清国在甲午战争中被后起的日本打败，朝野内外震惊之余，开始为海陆军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争论不休。张謇却言：“辟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国也。” 而其根则在实业。也就在这一年，张謇借为父亲扶丧之际辞去官职，回乡踏上一条实业救国之路。张謇兴办实业和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的觉醒啊，寻找救国之途是直接有关的。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 他们选择了变法改良的道路来救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救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们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来改造中国。张謇从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中，
他非常痛切地意识到强国资本在于工，这个工就是近代工业。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救穷制图啊在于实力。张謇的从事那个失业救国和一般的企业家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企业家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赚钱。那么他从事的那个大生啊，完全是从救国，从挽救我们民族危机开始的。民族意识在经济上的体现最重要的就是失业救国。他们认为只有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中国就可以和历史抗衡。振兴实业是晚清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句口号。张謇回乡扶桑时，与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相识。张之洞是清末洋务运动头面人物之一，曾倡导中国学习西方兴办实业。受其点拨，张謇决定在家乡南通开办一家纱厂。他给纱厂起名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句。大生纱厂在筹办过程中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的问题。张謇自己是没有钱的，但是办一个纱厂至少要几十万两、30万、50万两甚至上百万两白银的投资，这个钱从哪里来？最初张謇想走官招商办的路子，他计划筹银60万两。时江宁布政使桂松庆及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都答应出资，但真到要掏钱时，两人却都躲起来不见踪影。当时张謇为筹款奔波于上海、南京、湖北及南通之间，他的儿子张孝若后来回忆，白天谈论写信筹划的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寐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遍，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当时在南通的通州知州汪树堂对张謇是很不支持的，张謇有几次实在没有办法了，求助于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给张謇写了条，结果张謇就拿着这个两江总督给他写的条，就找通州地方上的最大的官员，那个汪树堂，他很快地拿出了10000两银子给了张謇，但是呢，很快又放风了，说这个银子啊，本来是给秀才去参加科考的经费。那么很多秀才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一下子就涌到了那个知州衙门前面，在那吵啊，说张謇办厂关我们什么事情啊？他怎么办厂要用我们的钱啊？所以在这个大生纱厂投产以后，张謇请人画了4幅画，挂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这4幅画虽然画的都是梅竹菊兰，但是他背后都隐喻着一个讽刺某一个人、某一个大官，在他开办工厂的过程中，给他处处设置障碍，处处穿小鞋。当时人们之所以不愿出钱入股，盖因不看好状元下海的前景，以致张謇在上海筹款时，不但颗粒无收，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着落。困病交加之际，他只好当街卖字。他自己都写道：“我在泥城桥那个昏黄的路灯下面撞啊撞啊，我几次都想跳到黄浦江里去了。”最终是张之洞的后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帮了他。刘坤一将此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闲置在上海码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大生纱厂。有了官方入股，大生纱厂由此改为官商合办，官股按年取息，不问盈亏。近代中国的实业家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是非常忌讳官府的介入的，因为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是从官办工业开始的，官办不下去了，于是出现了官督商办，
就是商人出钱，官要管着你，官督商办也办不下去了，最后才是商办。张謇把这个大生产厂，他自己如果要去采购机器的话，无论在技术、在资金、在时间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张謇把这批机器是拿到大生产厂去，但同时他跟官府有一个约定，官府不能对大生产厂的运营进行任何的干预。1899年，张謇的大生纱厂终于开机纺纱，结果当年就盈利，四年纯利便是50000两白银。然而，大生纱厂真正做大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巨大的空间。1914年的时候，中国的纱厂只有21家，而到了1920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了60多家，那么当时的纱锭呢，也增加了3倍，所以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个黄金时期。当时张謇的大生纱厂也扩展为大生一厂和二厂。到了1919年的时候，大生一厂的盈利200多万元，大生二厂的盈利呢也有100多万，所以两个厂就加起来有300多万。那时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市行情，大生股票成了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张謇一生开办了近20家企业，除纱厂外，还有垦木公司、轮船公司、榨油厂、肥皂厂及印刷厂等。他把赚来的钱又投入教育等公益事业。他与马向伯联合创办的复旦公学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他亲自创办的通州师范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他在晚年这样回顾自己的实业生涯：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无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遂无反顾。就在张謇以状元实业家走红中国的同时，1913年，江苏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福鑫面粉厂也开张迎客。荣氏兄弟祖籍山东，其始祖荣启期曾与孔子相交，先贤荣子綦则是孔子72贤徒之一，但荣氏兄弟出生后却未能继承前辈衣钵，而是被父亲荣希泰送到上海的钱庄当学徒，从小练就了两双生意眼。荣宗敬和荣德生这个兄弟是近代中国非常有名的荣氏企业的创始人，最初都是在钱庄业，在钱庄业做从头做起，那么后来呢，也应当说分别是钱庄的高层的这个经理、这个管理者。他们的经历和张謇有一点不一样，他们是真正的草根，没有功名，但是他们非常有理念、有脑子。10几岁就开始去做学徒，然后赚了一点钱，就开始做自己的生意。荣氏兄弟初到伊始，曾与朋友合开了广生钱庄，但一年下来没赚几个钱，兄弟俩决定转行办实业，他们盯上了面粉行业。当时比如说像上海以及周边苏州、无锡这些地方，对面粉和纺织产品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他们在广州、香港都看到进口的这些面粉在码头上堆积如山，洋粉需求量很大，盈利也非常大，所以他们就自己来办面粉业。荣氏兄弟开办的第一家面粉厂取名宝兴，意为保证兴旺，
但面粉厂开张之初却没能如名字一样生意兴隆。当时宝兴日产面粉300包，每包成本约1元2角，市面上洋粉每袋2元，按说有利可图，但宝兴用的是石磨，出不了1号粉，而国产2号粉每包才售1元4角，3号粉1元3角，4号粉1元1角，因此宝兴面粉每包只赚1-2角，利润很薄。结果开工不足1月，已积压面粉数千包，股东们纷纷撤资，面粉厂也从宝兴改名为茂新。荣氏兄弟虽是一奶同胞，却秉性不同。哥哥荣宗敬精明伶俐，好着洋服，爱冒险；弟弟荣德生则和眉善目，穿着传统的长袍马褂，因4岁才会说话，人称二木头。兄弟俩不同的秉性也体现在做生意的风格上。学者吴晓波在《跌宕100年》中这样记述荣氏兄弟在生意中的互补。1907年，荣宗敬在上海做金融投机失手，造成数万元的巨额损失，连他先父创办的广生钱庄都搭了进去，钱庄被迫倒闭关门。生死关头，身在无锡的荣德生捧着自家田单及房屋单契，火速赶往上海，以此作保，才把荣宗敬从烂泥中拉了出来。多次起死回生之后，荣氏兄弟在生意上逐渐上了道，他们物色营销好手，拓展北方市场，并采用灵活的销售手段。学者吴晓波记述，他们在销售上动了很多脑筋，比如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1块铜元作为彩头，给消费者带来意外的惊喜。这种促销花样在很多年后仍然有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荣氏兄弟迎来了新机遇。当时欧洲面粉等军需暴增，荣家的冰船牌面粉开始远销欧美，兄弟俩为此一口气连开了9家工厂，并从面粉业拓展到纺织等其他行业。后来他们又办了申鑫这个系列的纺织厂，在他们老家无锡开办，但是重点呢放在上海，同时呢又向长江中游延伸发展，很快就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面粉业纺织业当中的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到一战结束时，荣氏兄弟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4家纱厂。这边呢就是当年老厂房的一个外景，我们看到这旁边的墙壁，我们在这边呢都保留了原来的原址原墙壁，只是在旁边做了一些加固，所以这边还是能够反映最原始的一个厂房的状态。这个呢就是输送机了，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麦子，里面是一个传送带，就将这些麦子呢输送到各个车间的这样一个装置，就是这东西。这个呢就是当年工人上下走的楼梯，我们看到非常的陡，也非常的小，上下只能走一个人。用进口木材至亲自行仓来储存毛，共计48只仓位，每只仓位储存毛麦400余公斤，总储存量210,000公斤。就在张謇及荣氏兄弟等民族实业家们借欧战奋起突围的同时，中国商界及金融界也正发生一场巨大变革。清末以来，中国金融业多以钱庄票号为主，但1910年上海股市兴起橡皮股票热，很多钱庄票号疯狂追进，最终泡沫破裂，大量倒闭，银行开始取代传统的钱庄票号，成为中国金融业主角。到了辛亥革命之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体上这个票号这个啊，以北方为中心的传统的金融业，它基本上就式微了啊，被逐渐逐渐的被这个淘汰了。早在1897年，中国就出现了第一家以民族资本为背景的中国通商银行。1905年，清政府又开办了第一家官办的户部银行。从此，在中国就出现了中央政府直接入股、控股、经营管理。那么，户部银行呢，后来改名叫大庆银行。进入民国之后，改组大庆银行，成立了非常有名的叫中国银行。此外，清政府还于1908年开办了交通银行。具体就是说，铁路、轮船、邮电、电话、电报等等，这些事业的发展呢，速度非常快。当时晚清的中央一个负责交通的部门叫邮船部，在邮船部的牵头之下，设立了一家叫交通银行的专业性的银行。交通银行是中国早期发钞行之一。一战前后，交通银行曾多次发行银两券及银元券等当时流通货币。袁世凯的幕僚梁士仪、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以及状元实业家张謇等都曾出任交通银行行长。真正中国银行开办的高潮是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据说1918、1919年一年里面就开了几十家银行。中国民族资本的崛起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继1917年先施百货公司在上海南京路开业后，第二年由郭乐、郭全兄弟创办的永安百货公司又在先施对面开门一客。郭氏兄弟请了几个人，一个人手里拿一袋黄豆，他就站在这个靠栏上，看哪一个地方来的人更多。哎，后来了解下来，就是北面往南面走的人多，他就在这个地方找了那个永安公司。永安公司后来被称为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它将购物及休闲娱乐融为一体，除商场外，还在屋顶附设了大东旅社、大东跳舞场、大东茶室等住宿娱乐设施，每晚霓虹灯闪烁，南京路从此成了上海滩的招牌之一。商场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好服务，啊，让顾客满意，让顾客感到就是说到了商场就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啊，十分的温馨，十分的方便。整个一个逛商场的过程，那感到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消费，而是一个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1918年11月，随着德国战败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即将落下大幕，协约国开始筹备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以决定战后的权益分配。此时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能否争得应有的权益，又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为中国带来了收复失地的曙光，但中国代表团却爆发了纠纷。公理真的战胜强权了吗？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何在最后关头抛弃中国？五四运动到底是谁策划的？中国在一战后命运为何发生了转折？